我们仁华县的恩公呢？这可是帅家伙呀，同志们！对啊，他们要闯走帅家伙！我们是金渠兵被盗的，你们想造反吗？徐州的兵来我们仁华抓人呢，像话吗？不像话！对啊，徐州的兵来仁华地面上欺辱他。 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方知县，我们是受马兵县军令前来拿人，到仁华来拿人，也不跟我们县衙打声招呼，也不知会一声，啊？这有点不合规矩吧？好叫您知，黄知府刘巡案你去了乌纱帽闭门待活，马兵县接手一切防务。他接手的是防务，不是政务。 您确定要跟马兵县对抗？这是仁华的地界，他帅家墨是我仁华的子民，我身为仁华的知县，怎么我难道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吗？说他，来，把帅家墨给我带回县衙。好。 城下的百姓听好了，兵被盗，传令八县，即日起停止清账。恭喜马兵县呀，这经此一役，声名大涨。大家都是各取所需。 谈不上恭喜不恭喜，只要把那个帅家墨名正典型，这一桩大事也算是善始善终。是，可是这帅家墨被仁华县方知县提审走了，靠山都倒了，他这时候还敢截胡？呀，他是不敢捋您的胡须，所以把仁华百姓给煽动起来了嘛。我怕强行拿人。 又会激起民变，我亲自去拿人。好，方知县，你窝藏人犯，对抗兵被盗是何道理？青马兵县明鉴，下官哪敢啊！我只想知道，这帅家墨到底犯了何罪呀？他擅闯禁地，篡改文书，诽谤官府，煽动民乱。本官已决议判他当众立斩，以儆效尤。你有问题？ 哦，我没问题，判得当。下官立刻就去写文书上报给京城。你送京城做什么呀？马兵县，下官得按规矩办事啊。您知道，在地方的死囚案，那首先得上报给刑部来审罪呀。 在京督察院参劾，大理寺审允，三法司复核无误，才当。你当我是第一天来做官呢？那圣上裁决之后，还得秋后方才能问斩，要不你秋后再来吧。你说的那是斩监后，帅家墨是十恶不赦之罪，本官判的是斩立决，今日就要行刑。 本朝一向提倡慎行、叙求，您这么着急，不免有失人数之道。方知县，你一向是个审时度势的人，怎么突然就糊涂了呢？一味的袒护帅家墨与你有什么好处？与下官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是仁华子民，下官袒护的是仁华百姓。<笑>方识相，方识相，你可知道？
你这名号也是那些你要袒护的仁华百姓给起的呢？是。马兵先有所不知啊，下官生来就胆小怕事，什么清官名利，什么万民拥戴，麻烦虚名而已。下官就希望自己能像块石头一样平平稳稳，悄无声息的，我把这任知县做好就完事儿了。这难道不是很好吗？可自从我听到仁华百姓觉得我在帮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再用那种外号来称呼我方茂贞，哎，我反而觉得这个虚名还真不错呀。就像我手中这块圆滑的卵石，它固然是安稳的，但是比起那些有棱有角的奇石怪石，那岂不是更有欣赏之处？行了，少在这扯鬼话。方茂贞，你一个破落知县，自己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吗？你难道还想当为民请命的大英雄吗？总之，本兵被盗，有权提审囚犯斩立决，请方知县不要拖延。哦，那就请兵被盗速写提案，本官立刻回复。几日可复？十日。十日，同府文州的刘转成县最多五日，你敢说十日，我便立刻上书弹劾你。五日就五日。等我，属下从未见过您如此决绝，好客去给老爷拿片丹参。将，将，将，快点，将，将，将，快点，将，将。爹，药已经给您煎好了，喝了就早些歇着吧。来了！哎，任主簿，任主簿，公子，任主簿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公子，天色已晚，有什么事明儿再说。让他们进来吧。爹。问你一次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死卷全书的下落？那我就再很认真地回答你一次，不清楚。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别人的人命啊？那老身要被折磨死了！不是任主簿，你告诉我，任主簿，任主簿！任主簿，你我也算是老相识了。您在监府任职40多年，一心为民，能力之名传遍奉行，我实在是佩服得很。陈先生，我知道你巧舌如簧，便不要在老夫这里炫技了。说的是心里话。任主簿，这么晚了，以您的年岁，还在琢磨着治水之事，勤勉至此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宛城水多田少，若不勤加整治，收成便不会好。自古治水多艰难，只是咱们金安这个地方，只怕是殚精竭虑，还远远不够吧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虽不懂治水，但是也多少有所耳闻。您这图上的水利规划，如果没有个几万两，
实现不了吧？43600两。43600两，如此精确，看样子，这个规划在任主簿的心中，已经萦绕很久了。倘若动工的话，如此巨大的一笔支出，该是谁出呢？工部会拨出一部分，当地乡绅会捐赠一笔，剩下的80%，自然由万城县的税赋来出。税赋想必是不够的，免不得要临时开征几年的堤坝税和徭役，才能凑齐这些吧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迟迟不敢开工。百姓负担已至极限，多加一毫都会崩塌。当初我不愿人丁私捐分摊，也是因为这个道理。任主簿，您手握万城的赋役白册，想必其中的情形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吧？乡绅、富户占据着大片的良田，却减免粮税；老百姓呢，已无立锥之地，却肩负着这么重的负担。敢问，这是否公平？此乃朝廷法度，我亦无能为力。任主簿，金安是个什么情况？你我心知肚明。瘴地缩绳，诡计非撒宽限，引田逆户，乡绅的不法手段有多少呢？有钱的盆满钵满，官府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的从穷人的手里榨取最后一枚铜钱，岂不荒唐？话不可这么说，县里诸多事务免不了乡绅的捐赠。乡绅当然要捐，他们兼并100亩，隐去50亩，再立刻捐上一个100两的银子，好名声立刻就来了。如此划算的买卖，换我也会做。程先生，你跟我说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是真心的相信您体恤小民，所以不敢加税。可是这个堤坝您若修不好的话，你的老百姓还是会遭受洪涝之苦，这两难之局的症结何在呢？您为了几千两的人丁私捐税就敢挺身而出，而这价值几万两的一层窗户纸，你反倒不敢捅了是吗？任主簿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，但你的良心呢，就跟这个堤坝一样，是一个永远都实现不了的泥坯子。程先生，别跟我来你这一套厂里人情的话术。任主簿，我是个纨绔，我不懂那些民间疾苦，我也说不出来那些大道理。可是我在仁华只有老帅这么一个好朋友啊！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他吧，你帮帮他吧，好不好？敦诚在仁华没有什么熟人，要说朋友就你一个。这本叫私捐全书，我写的。这本书托付于你，我没有遗憾。敦诚拜谢。任主簿，任主簿，哎，任主簿，任主簿，哎，任主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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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任主簿，爹，爹，老爷，爹，这是家父让我交给你们的。老爷，爹，仁华县，
西线，铜阳县，哎，这里边记得不都是20多年前吉安各地乡绅张帝所存的记录啊？再看仔细点，每一桩交易都跟谁有牵连呢？送人，这就解释通了吧？范渊在乡，陆飞龙在野，毛盘凤在县，马文才在道。那晋安是不是也得设下一个人啊？如此才能上下连通，沆瀣一气啊！这个宋通判藏的还真是深。这上边虽然记载的都是20多年前宋人做护防长案时经手的，倘若现在捅破的话，都是惊天动地的大案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灭口老栓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得分兵两路了。我带着四卷全书先去省城。那我呢？你立刻赶回仁华去，想方设法拖住他们，哪怕上了法场，也要拖住他们，拖到我回来为止。不是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这事儿呢，若是成了，你自然明白；若是不成，你明白了没用。哎，春晴，没想到你这个人吧，还不错。期限马上就到了，其他几个县的百姓还在城门口等着呢。这事情你也不必太过自责了，您反正已经做到仁至义尽。我要是有他那个志气就好了，我早就该辞官回家去赏识去。但是东南黄泉千古汉室，哎，赶快把他都装起来，咱们去送帅家墨最后一程吧。Thank you.
说着方知县呢，你在这装什么父母官呢？大平县呀，这如此闹腾，这太不可了。看来各县百姓近些天积攒的这些傲娇之气，是该发泄一下啊！哎呦，你看看。 知道帅家墨精通阴阳，擅长术数，没想到他临危不惧，英勇侠义，可不一般呐！大明先生，这如此不堪呐、啊！这样就行刑可就来不及了。 那就压一下吧。站！现在已经都弹压下去了，董主，我们是不是下去啊？下。 我现在下去监斩去，啊！百姓不指责脊梁骨骂死我，我不下去。今有仁华县人士帅家墨，将不甘其事情，以人丁私捐之由，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利，蛊惑民心。 怎么回事啊？站住！贼子！你这该死的贼子！爹，你瞧见了吗？这贼子就要伏法了！大人。 小人是万城主簿聂毅之子，家父前几日病逝，小人想起他老人家往日恩德，竟未能觐见贼子伏法，所以才悲从中来。袁主簿啊，您怎么就这么去了？您是我们万城百姓的恩人呐！上个月您还带人帮我们修堤坝。 怎么老天不长眼？您为何走得如此之快呀？袁主簿啊！袁主簿啊！肃静！肃静！就是，马平先，再不行刑可就来不及了啊！任老主簿广有贤明。 不让万城百姓志气一下，怕是难以服众。多谢马兵仙。这仁华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，人一走了，还能得到百姓的如此拥戴。 令人感怀啊，董主啊！你为仁华百姓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怎么也一定会惦记你呢？大人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也走，我也走，我往哪儿走？你走，你走，袁主簿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好了好了，快一点快一点！哎呀，不用这么婆婆妈妈的。 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终于完了，万明轩可以醒醒了，要不然真是来不及了啊！好，任主簿，还有完没完？你怎么就没了呀？宝玉，你的好惨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宝玉，你。
答应我，我的琵琶也没有修啊，任老大。慢走。真可恶啊！信个屁！任老大，风宝玉，你打死他！此人故意捣乱。风宝玉，黔驴技穷啊！你是在耗时间吗？莫非还有救兵不成吗？怂人，你个老犊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罢休？冯宝玉，不让你和帅家墨一同问斩，你是撞了大运了。你在这闹什么闹？宋人，我这头黔驴还没有技穷。人这，哎，大家听我说。我有话要跟你们讲，风宝玉，你这叫劫法场吗？我，风宝玉是仁华县的生员，这人丁四元帅是我跟石大王一同提供的。为什么只杀他一个人不杀我？为什么？风宝玉，杀我！宝玉，你快松手！妈，风宝玉，杀我！官府不追究你啊，你叫找死吗？万明剑，这该如何处置啊？那就一并斩了。万明剑。我提醒你一下啊，这斩首杀人是需要上报刑部审核的。杀帅家墨已属御权，再杀冯宝玉的话，还得多准备一份文书。如果出了破绽，那我们就……俺送你文书。来人呢？在。取我印来。是。既然你有这个要求。我就满足你。这不是个傻子吗？这是这。哎呀，朋友，真是义无反顾啊！两肋插刀，面不改色，令人佩服啊！你来我也会死，你不来我也会死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来救你的呀，那救不了就一起死的，贾克库你不也这么做的？恐怕这次没有什么变数了。还是有变数的。什么变数？我和陈仁清找到司渊全书了。在哪儿？他带着去省城了。曼城离省城200里，省城到仁华330里。他怎么去的？当然是骑马。5时半，他要5时半才能到这儿。怎么能是5时半？怎么又多了半天啊？罗老帅，你再好好算算，陈仁清他不可能骗我的呀。速度不可能加快，脚程也不可能缩短。平日里总叫你多做些脚程题，你若是听了，就不会算错了。50吧？那这也来不及了呀。应到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了。马明贤，50吧？打开打开打开。今有仁华县人士帅家墨、封宝玉，将不甘己事情，以人丁私捐之由，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利。蛊惑民心，专为犯上作乱之剑。仁华各县亦各惊心，山子吕岩皆为解体。今为平乱局，以安民心，将帅封二首恶枭首示众。
天明亮，且在山中采茶楼，等你来做客哟，歌声听街唱首采茶歌。马明宪，我这银枪投湖之计，较之当初如何呀？你竟敢持械劫法场，快点行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砍呐！要不要连我一块杀呀？就凭你今日劫法场一事，我连你一起斩！给我拿下！奉行巡抚，右副都御史李世达到。